老公啊，不去行不行啊？老婆，不去怎么能行呢？我都快要生了，还有两个月我就生了，没人在家里照顾我，不方便呢。那有什么办法？不去工作的话，到时候孩子生下来，吃的喝的什么的都要钱啊，我们哪里扛得起？哎呀，那你想一下，我都要生了，到时候没人照顾我，我怎么办呢？那你先提前去一下医院，或者邻里邻居的叫帮忙一下先啦。我都没人照顾我，我觉得我现在的行动都不方便啊。那我也想留在家里照顾你啊，可是不出去挣钱，那我们都喝西北风吗？那行吧，老公。那你注意安全吧。你放心吧，在家照顾好自己，我先过去了。挣到了工资我就打回来啊。嗯，行行行。注意安全啊，老公。我先过去了。嗯，行。来，你先站着，我先关门。宝宝，我们不走大路了，找小路去吧。大路的话，带远了，远个十几公里。你看天色也快晚了。那走这里的话，你走小路的话，也到不了啊。到不了的话，等一下我们在隔壁镇上面住一下就行了。也行，明天一大早去啊。对，因为时间也紧，你肚子也冻，走走走。哎呀，房姐，这个牛漂亮哦，漂亮吗？漂亮。改天推荐那个微信给你啊。好的，好的。嗯，到时候再见，给你。哎，焦总，焦总，赚大钱回来了啊？没有了，马马虎虎了，也就是勉强养家糊口。哎呀，赚了一身名牌啊，真是被你这头发有点腻啊。哎呀，阿基，说的什么话？你是不是没吃油啊？我头发明明是黑的，干嘛说绿的呀？你真的是，我看就是绿的。阿芳，而且从头绿到脚，我怎么感觉你们话里有话呀？哪里话里有话呀？你都不知道啊？你出去赚大钱了，你老婆在家有人照顾得那么好，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我不知道，在村里面阿三啊，整天游手好闲的，东要东逛西逛的，逛到你家里面，不知道整天在家里面搞什么东西哦。对呀、啊。哎呀，阿基。饭可以都知，话不能乱说的哦。我们可不是乱说的呀，全村人都知道了，就你不知道了。是啊，怎么会？我跟我老婆这么恩爱，而且还经常视频聊天呢。还说恩爱，你是不知道啊。村里面的好多人都知道了，有一个人还说啊，你们老婆跟他去开过房了。怎么？还招着小鹿过去的吗？招着小鹿？对呀、啊。对呀、啊。不会吧？怎么不会？我们天天还在电话联系着呢。我都怀疑啊，你那个小孩是不是你亲生的哟？怎么可能？都有人亲眼看见他们去开房了，你说那个小孩是你亲生的？哎呀，这个水性杨花的女人真是气死我了！王姐啊，嗯，这回啊，村里面热闹多了。是的，回去，回去。辛苦你了，没事没事。哎呀，小哥回来了，老公你回来了，很恩爱嘛。说的什么话？什么话呀你啊？什么话？心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的吧？我明白什么？你要把那话讲清楚啊，老公。讲清楚什么？你这种不守妇道、红杏出墙的烂货，你怎么可以骂我这样子啊？我在家里面辛辛苦苦把你带照顾小孩，你还。这样骂我，这个家也是我在照顾啊，你为什么要骂我这样的话？我骂你都是轻的。哎呀，我在外面辛辛苦苦赚钱养家，你在家里面逗男人，给我戴绿帽。我找谁了？哎，角哥，你怎么说出这样的话呢？我还没说你呢，我真心把你当兄弟啊，你不要搞我老婆。哎，你乱说什么？饭可以多吃啊，话不能乱说啊。人家他昨天晚上儿子发烧了，他把小孩子送到医院，跟我一起送到医院去啊。现在退烧了，我们回来了。编，继续编啊！你觉得我会信吗？
你当我是傻的吗？你真是朋友圈不放过是吧？哎，老公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讲话啊？他是好心帮我们呐、啊，好心啊，好心的孩子都帮我生了。什么孩子帮你生啊？这孩子明明是你的、啊。现在啊，村里面哪个不知道啊？早就闹得沸沸扬扬了。村里面那些都是无中生有的，什么无中生有，公蟹不会来风。哎呀，你我是跳到黄河都洗不清呢。你还想洗什么？人家阿三是大，人家是好人，把我送去医院，还得罪你，救了你孩子，你还要这样子说话、啊？你今天把话说清楚，你如果敢做敢当的话，我还敬佩你是个男人。真的没什么事啊，乔哥啊，还在狡辩是吧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夸张。哼，夸张。都到镇上开房了是吗？我打你！哎，老公，放手嘛！放手什么嘛？乔哥，你这是干嘛？大老远的，没事吧？叫你们找啊！你打我老公干嘛呢？阿丽啊，他们两个不清不楚的关系，你难道没听说过吗？哎呀，你到底是丁水洛说什么话啊？那个阿芳跟阿基啊，已经一五一十的全部告诉我了。就这些流言蜚语你也信吗？哎呦，他真的是说的有鼻子有眼的。什么流言蜚语啊，人家讲的是有板有眼啊，有理有据啊。你不要乱听别人的说了啦，你老婆在家里面生孩子啊，还有接济医院打针啊什么啦、啊、都是我叫阿三来帮的，你想到哪里去？哎呦天哪！对呀、啊，你回来都不分青红皂白，直接这样搞，丢人呐、啊！要不是我老婆叫我来，我都不来。你就想干，我让我的老公跟你老婆乱搞吗？我在家呢。哎呀，你知道吗？你走去打工了，我大着肚子，我不方便。人家他也带着个孩子，也不方便叫他老公来帮忙送过去。况且他又是个拉摩的的。我也给钱他啦。哎呀，老婆，都怪我一时糊涂，我盯信了他们那两个人。哎呀，丁峰就是你呀、啊，你呀、啊，我都服了你了。我也是太在意我的老婆了。你太在意？哎，算了算了，反正这种，现在我来整理。你我不想说什么，你最应该跟阿三道个歉。哎呀，欠个道歉。阿三兄弟啊。真的，我一时是是哎呀想不通啊！这都是误会，好了，哎呀，老公，我们回去。那老，要不在屋里面吃个饭行吗？不用了，我刚好赚了钱回来了，今天也是高兴，喝一杯吧，也算是给我的一个赔礼的一个机会啊，也行吧，好吧，行吧。哎呀，对不住了，对不住了，哎，老婆，不好意思。下次你再是这样的话，跟你离婚。不会的，哎，这么冲动。来，请进，来请进。好吧，哎。